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国庆特别节目乡村大集合，我是毕明鑫。好，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四位特殊游客。这什么情况？这是，这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样了？啊，这地方啊，太大了啊！哎，累，腿都抽筋了。最主要的是啊，好玩的风景，好玩的是不错哦。对，但老让我们饿着肚子去看呢，谁能受得了啊？对呀，美食啊，美食。对呀，馋了，想吃更好的。是，我跟你说，你们真来对地方了。咱们这个地方美食好吃的特别多，像什么？雀山凉粉啊，雀山胳膊牛肉，还有呢是咱们的雀山松针鱼。哇，你们几位今天是算来对了啊、嗯、今天到了咱们这个乡村大集合，就让你们学一学给肉类的食材去除山腥味的高招，好不好？好啊，来一起看。炖肉，家家户户没少做，可是，一旦炖肉中有腥味，就会让人食欲大减。那您知道做肉如何去腥吗？时尚大转盘的资深专家夏大厨，今天教您三大妙招，保证腥去香来。那通过这样的去煎出油脂，嗯。然后把它的表皮的那个皮的最外侧的那些腥味去给它去掉，肉的这边它已经会有腥味。哇，变化很大，没错，漂亮哈。这样的话才能看到我们做红烧肉在酒店里才会见到的虎皮，嗯，叫外焦里嫩，没错。那咱们把这块肉从这个铁板上了制以后，开始第二步骤，放到锅里，凉水。啊，用凉水啊？对，咱们一定要用凉水慢慢的受热，让它把里边那种血水水分，就是我们不喜欢那些味道，就逐步的撤出来。那好，那我们把肉拿过来以后，轻轻的刮去表皮上的这些那个腥膻之物。哦，不管是拿到野猪肉还是拿到家猪，咱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除腥味还不算，炖肉还要炖出香味才能大功告成。记住了，夏大厨加的是桂皮、八角、香叶、花椒、辣椒。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炖肉提香的秘密武器。这两个提香的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把那香菜头也拿过来。我嘞，香菜根的香味会更加的香浓，所以说这些都、哦、我们家我一般摘菜都把它扔了。对，咱们要如果是家里要烧个肉什么的，炖个鱼、哦、这个还留着好、啊、太好了，这香菜根。那当这些肉香料味都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嗯、哎，十年的女儿红。哎哇，这个好啊、嗯、一定要烧肉要舍得下酒哦，这个酒它越沉，它的那种酒香和肉香更能相互融合。家里边只要是您拿到猪肉，就按照我这种方法做，一定会和您以前做的那种烧肉的味道不一样。羊肉好吃，膻味难除，一个膻味难倒了多少家庭主妇。就像今天这道葱烤鱼羊鲜，一把香葱，六两羊腩肉，鲜嫩的大黄鱼在滚滚的油中将鱼羊点化成鲜。但是如果这羊膻味除不掉，那这鱼羊鲜只能成了鱼羊膻了。那去除这羊膻味的秘密武器到底是啥呢？这声音太诱人了、嗯、如果说我们拌个羊肉馅啊，您一定别忘记了往羊肉馅里边打一点花椒水、哦、它可以让这个羊肉的膻味大幅度的降低。原来花椒水还有这么大的功效，加了花椒水的美味到底怎么样呢？你看食客的表情就知道啦。腥味最难除的还有鱼，做鱼时如何去腥，考验着广大家庭主妇的厨艺。今天郝大厨要推荐一个最新奇的去腥材料，会是什么呢？家里可能都会吃到橙子，橙子、嗯、那橙子呢，咱们只取皮切碎，也可以起到这种去腥的效果。花椒也可以起到去腥的效果，包括咱们的青椒，蔬菜的青椒也可以达到去
去腥的效果。说起去腥，很多人都感觉河鱼的土腥味儿比较重。那么，除了借助去腥材料之外，在鱼身上还能找到去腥的秘密吗？哎，我是听说鱼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那个地方好像是特别腥，但我不知道在哪儿。我觉得杜老师说的是什么呀？鱼线。鱼腥线啊，对对对对。那么鱼腥线到底藏在鱼的什么部位呢？它长什么样呢？将它骑着它的头，将它的鱼尾同样再来一刀，来上一刀。这会儿呢，咱们要需要轻轻的拍击。拍一下。它这块有一条白色的线。哦，在这个地方。别着急，别着急。抽。你看它的鱼，没错，看点，这儿看它，看它的鱼肉再有变化，多紧呢？看，真的有啊，就在这个位置。对，中间的这一条线，好长哎。你看，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往外。还有啊。它这可着鱼身有多长？哎呀，就这么简单，鱼腥线。好猪肉，便宜的菜也要几十元，贵的要100多元，比普通猪肉贵不少。但豪猪肉的诱惑依然抵挡不住，前来品尝的人络绎不绝。味道鲜嫩可口。豪猪肉好吃，可是对厨师来说却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豪猪本身的异味很大，如果处理不好，后果可想而知。不过这难不倒专业大厨，烹饪时去掉豪猪的生殖器部位就可以了。还有一种美味你也需要去腥，那就是竹鼠。竹鼠虽然腥味大，出肉率不高，但是味道特别鲜美。因此厨师们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竹鼠肉的各种吃法的同时，也掌握一个去腥的诀窍。只需要加上一些柠檬汁在上面。直接挤上。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加点柠檬汁，不仅可以把竹鼠的腥味去掉，还可以给鸡鸭牛肉去腥。怎么样，这个诀窍您掌握了吗？煮是最能保留食材鲜味的烹饪方式，特别是海鲜，大部分靠煮来完成。但是观众席却传来了质疑声：咱们经常吃海鲜，是不是容易得痛风啊？吃海鲜容易得痛风？对啊，海鲜的嘌呤值很高，不信你看。首先呢，咱先看一下贝类的嘌呤含量有多高。哎，大家看到了吧？它有316毫克，每100克的食物中，实际上呢，这算相当高的了，这算高的值了，对吧？我们再看一看蔬菜里边，芹菜，容易漏，看到了吗？它才有10.3毫克，差那么多啊，100克，所以在海鲜里含的嘌呤非常的高，如果是大量的进食的话，那这个嘌呤在体内它是要转变成尿酸，它可以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那怎样才能降低海鲜的嘌呤，让我们踏踏实实的吃一回海鲜大餐呢？已经有痛风的人了，那他应该是少吃，而且呢，刚才咱们是烤的，他呢就应该是什么煮着吃，因为嘌呤能溶于水，这个呢就是苏打水，它是呈碱性的，它可以使我们的尿液呢碱化，这样的话促进尿酸的排出体内。苏打水有这个妙用。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没错啊，这个到了咱们这个雀山这个地面，其实咱们雀山也有去鱼腥味的高招，是吗？哎，想学吗？想学啊！好，想学啊！这咱们得带回去点什么，是吧？对呀、好，我们就有请上一位师傅呢，他是做咱们当地的一种鱼，叫雀山松针鱼的高手。你好，你好，你好，大厨好，我姓张，弓藏张，张松林。松针鱼怎么做能够去腥膻味吗？哦，这是去鳞，对，去鳞。就好的，这是去鳃。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就是放血，放血做出来的这个鱼肉啊，比较洁白，然后没有土腥味。开肠的时候一定要剪到紧贴着鱼腹，不要把这个鱼胆给弄破了，鱼胆弄破了，这个鱼肉比较鱼腥味比较重。鱼腹两侧，有这个有一个黑黑的一层的一个叫黑衣。这个黑衣鱼身里面，这个最腥的部分，拿刀刮掉，因为我们这个薄膜拿手，你看可以看一下这个
比较不容易清理掉。好，这个咱们收拾这个鱼去土腥的一个绝招，其实就是去黑衣。看来刚才这位张大师的表演，想不想在这学几道烹制海鲜的绝招？好事啊！啊，我媳妇儿热爱吃海鲜，我得去学。今天绝对不让你白来，好吧？学学。咱们接下来来看看我们全国海边上的朋友们怎么做海鲜。红彤彤的炭火，黄灿灿的贝壳，热腾腾的汁水，挑动着每个人的味蕾。在这海鲜大排档中，贝类海鲜几乎是桌桌必备。这桌有，这桌也有，哎，那桌还有。最主要的是，不管男女老少，这吃相啊，看着就在这儿，顿顿都吃，太肥了。贝类海鲜好吃是好吃，但是如果里面的沙子出不干净，那可就惨了。你看，连主持人都怒了。什么什么呀？满口都是沙子，我简直是拿生命在吃你做菜。你看，大金牙硌掉了。没让他吐沙子呀？还得吐沙子呀？对呀，怎么给这些贝类海鲜吐沙子呢？有没有既简单又见效的诀窍呢？你看看这个水跟刚才的比，是不是已经浑浊多了？确实了，这手着水有点脏了，是不是？对啊，找你往里边到底放什么了？你看看底下有什么？哎呦喂，杜云呐，你拿什么坑人呢？这是，你放两个钉子，这是干嘛呢？这是？没错，我放的神秘物质就是钉子。这种贝类的扔海鲜，特别怕这种铁锈味儿，它一闻到这种铁生味儿，它就会吐。贝类海鲜用铁钉出沙子，够神奇吧？不过大排档里麻辣小龙虾也是必不可少的，火红的颜色，火辣的味道，点燃了夏至的夜晚，人们尽情享受着小龙虾的美味。别看小龙虾个头不大，性情却很凶猛，一般的家庭主妇买回去还真制服不了，有什么诀窍可以帮帮他们呢？别着急，好大厨有妙招。小心啊，把那危险的两个钳子先给它卸掉哈。解除武器，简单的清洗。拿个小毛刷刷一下，把它的头固定，尾固定，给它搓个澡哈。搓个澡，哎，好，这个虾呢，你看通过这种方法处理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你看这个虾尾，从它的中间这个部位咱们掐住它，转动就刚才说的清理虾线，把这个虾线抽出来。你看看人家这是，哎呦喂，这个虾线就可以取出来了。然后另外呢，咱们取这个虾肉，直接从它这个头部掀起来，然后转动，很容易的，咱们就把这虾尾取掉了。直接用剪刀从中间这个部位把它剖开，剖开之后顺着它的这个纹路掰，手指头从下边这样一挤啊，一挤，这样非常完整的就把虾肉给卸下来了。这样咱们就取到一个完整的龙虾肉。这个虾头咱不能浪费，一会儿咱们会把它蒸出来。你看这里边有非常肥的这个，哇，这黄好棒哎，非常肥美的，哇，你看这个黄。取虾线的绝招您学会了，但是您知道蒸鱼或者炸鱼的时候怎么才能入味快吗？对，就是要在鱼身上切花刀，特别是在家做松鼠桂鱼，那像麦穗一样的花刀，是不是对您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挑战呢？别担心，好大厨有妙招。首先呢，这个鱼咱们要放正，放正之后这个刀和鱼的角度45度，然后进刀口也是45度。哦，什么叫进刀口啊？下刀的地方和鱼肉要成45度。哦，打到鱼皮连接处，不要切断不能切断。好，斜刀打完之后咱们把这个鱼横过来。这个您是直刀切的，直刀了，这不是斜刀了。这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麦穗的形状已经出来了啊。咱们这个花刀打完了，可以看一下。都已经呈现出来了，自己都能卷起来了。最后咱们把这鱼在里边轻轻一抖，这样多余的淀粉全都留在袋子里，不浪费，下次还能接着用。多匀呐，太匀实了。
油温升到六成热。炸鱼的时候啊，尤其像炸这种鱼，它外边裹着一层干粉，嗯，油温一定不能太低了，嗯，如果油温低了的话，它瞬间就会把这个淀粉给它浸透了，哦，浸透之后，这样鱼肉就会摄入很多的油脂，啊，哦，这个鱼就炸不酥了。那咱们这个鱼基本上就做好了。怎么样，这花刀技术说得过去吧？真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切花刀的难题就这样被郝大厨给化解了。不过等等，吃鱼的时候鱼刺太麻烦，您知道去除鱼刺的窍门吗？这次该夏大厨露一手了，用三刀就能去除海鱼的整根鱼刺，不信您看。其实您只需要找着它的这个正中间挨着背鳍的这条线就足以了，压住这个鱼身，鱼呢后边呢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紧实的一个绷。哎，这样我们好下刀哈。对，嗯，一推一拉，那新鲜的鱼呢它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刀口啊。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刀再稍微的倾斜一下以后，实际上就是您需要闭着眼睛，嗯，哎，慢慢的去感受。您能闭着眼睛，我们可没戏。不是，我们一闭眼切手了。对，非常完整的一片，这还真是啊。对面也是一样，我们也只需要找到这条中线，刀刃进去以后一推一拉，非常的完整的这个鱼肉就和它的肌骨分开。嗯，哎，以前觉得这是一个很高难的骨活啊。好，接下来夏天老师要闭眼完成这个动作啊。没有没有，真的可以。闭，哎呀哎呀，真的可以。来个二泉映月的音乐。哎呀哎呀。哎呀，您这吃着大黄鱼听着不合适的呀。非常完整的两扇鱼就在我们听着二泉映月的时候，嗯，完成了。哎呦，真方便，啊，又学了一招。在家做鱼的时候，主妇们还面临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煎鱼的时候鱼皮老粘锅，这有没有不粘锅的窍门呢？咱们这有一个小妙招，生姜啊，拿生姜擦拭是吧？可以了，嗯，啊，这样就行了。哎，然后咱们加上少许的油，油啊，鱼下锅，直接就放进去了。嗯，啊，哎，我就一直不敢动，据他们说下锅以后不要轻易的乱翻动，要不然会容易，嗯，会有人咬。现在动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嗯，不粘？不粘？就不粘？真的不粘？动一动看一看。真的不粘？哇！真的不粘？一点都没粘呢。嗯，那这是一种方法，你看。看着鱼皮。颜色很漂亮，非常完整。那另外一种方法呢，只需要一些干粉。哦，淀粉拍上，拍到鱼肉上啊，鱼皮这侧也是嘛，啊，一样，嗯，都要拍一些干粉，这样煎出来的鱼，嗯，它有一个什么呀，焦焦的硬壳。哦，这次我来，不用动它。这鱼下锅之后啊，嗯，咱们要有预热，哦，让它这表面形成一个结痂的这么一个状态，哦，然后再去翻动它，翻面。一点也没沾，啊，一点也没沾。再有，如果是不想加淀粉的话，加一些蛋液。啊，鸡蛋液，鸡蛋液，嗯，也可以起到不粘连的效果。好事煎鱼三招。嗯，怎么样？您学会了吗？其实这都是雕虫小技，下面再教您一手更绝的，给河豚彻底去毒。河豚鲜美无比，被誉为中国美食界的貂蝉，但河豚又是无毒不美味。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拼死吃河豚一说。那么河豚到底有多毒呢？研究人员专门做了一个实验，从野生河豚身体中提取了一毫升的萃取液，注射到小白鼠身上。不到一分钟时间，就蹬腿了。对，就牺牲了。不是，那就是说一个人的话啊，大概多大的量可能会致命？如果一个人的体重按60公斤来计算的话，那么河豚鱼子只需要1克的量就能使一个人死亡。哇，啊，就是1克？对，这就是就这么一小点儿。对 对, 对，就要了命了。对的，对的。河豚的毒性这么强，那么这些剧毒到底藏在河豚的哪些部位呢？眼睛。眼睛有毒。咱们再小心地剪开这个鱼腹。嗯，心脏有剧毒。
还有他的肝脏。肝脏也是有毒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肝脏。胆和肠。还有一个位置是最加的重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卵巢。卵对卵巢里边剧毒。卵巢剧毒。你不是你离我远点去。原来野生河豚的眼睛、心脏、肝脏、肠胃、卵巢都是有毒的，如果误食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当然，即使我们掌握了这个小诀窍，为了安全起见，也还是必须请专业厨师处理后才可食用。本节目由雀山老乐山旅游度假区特约播音。不是，我提意见啊，提意见，你老让我们看，嗯，净看些好吃的，啊，也不给吃，啊，你是馋谁呢？你要想吃，你得有这个食欲，对不对？啊，咱们来个比拼，就说你谁要能赢了，咱谁就先吃。看谁骗过谁，两队队员分别品尝酸、甜、苦、辣、咸五种口味汤汁，以表情迷惑对方队员猜错品尝的味道，猜对对方品尝味道次数多者获胜。尝一小口，喝一个说一个吗？对对，做表情。甜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甜的。你是甜，我是咸，石头剪刀布。和他俩。甜的。什么？甜的。甜的，恭喜你答错了。我说吧，我说咸的。猜出来了吗？表演的超自然。你再喝一口，不好喝。你再喝一口，你都没喝，我看着没喝都。好，可以开了，来，三秒的时间，三秒的时间啊！辣的，辣的，绝对是辣的。辣的，非常遗憾，打定了。哎，这个还挺辣的，我嘴都麻了。好，第三杯。表情。哎呦，我的妈呀！哎，这个来吧。现在还剩酸的、甜的和苦的。对。酸的。酸的。嗯。确定？不变啊。酸苦的。行了，你俩肯定都错。啊，不是甜的，戏不错啊，这个叫俩了，这个就是要喝出甜的感觉，他们肯定都不猜甜的啊，对。嘴是麻的，不知道喝的是什么。哦，什么鬼？甜、辣、咸、苦、酸，就酸的了。又答错。三、对、二、一。我答对了。到这儿呢，其实就不用再喝了啊。对。这个最后这个当然就是苦的啊。这个回合猜对了两个，猜错了两个，辣、啊、你们只要猜对三个就赢了，是这意思吗？啊，我要喝了。多来一点吧，哥们儿。我太浮夸了，你行啊，快打个120好了，可以猜了，可以猜了、啊、我觉得绝对不是甜的，因为他的表情出卖了他。辣的，
看来眼泪都出来了，确定吗？确定。行，辣，听你的吧，听你大哥的了。好，好，你要听你大哥的，你当然就要犯错误了。哇，这是酸的吧？太厉害！好，来吧，这次你要拿出一个美丽的表情啊。美丽的。哎呀，这个女人有点狠的。哎，我让你们看一看，我要有什么意思。哇哦，哇哇，这个表情绝对不是甜的，你们不能那么，他们不可能那么浮夸的配合，所以绝对不是甜的，绝对是苦辣咸。咸，苦辣咸。咸，想好。咸，对吗？啊，非常遗憾，答对了。耶，来来来，金科长，这个你真是碰到对手了啊。干得了吗？这不行，不是干，不让他干。猜吧，甜辣，绝对不是甜的。他喝完之后他咽了一下。我刚才喝的经验啊，就是甜的话会很自然的喝下去，不会那么痛苦。你定，终于知道。你觉得辣和苦，你觉得是哪个？我觉得是苦。那我就选辣。好，选辣是吗？这小子感觉太准了。哎呀，好。我是真不敢喝这个。胜负就在这一杯了。你当时喝完啊？你刚刚也没喝完啊？你有本事喝完？绝对是苦的，已经收尾了，已经让他不用表演了，他还在那。我觉得就有点过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可能真苦到了。听你的，确定苦是吧？苦苦。耶耶耶耶！我去！现在2-2平了。好，你们俩一人选一杯吧。选这个是吧？好。好。很茫然，表情很茫然，这搞表演的。又来又来。哟。哎呀，这表情。按顺序来，孙云龙，你先猜他。辣的。辣的不改了，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苦啊！你猜他吧。咸的，咸的。那第一个环节多少盐盒？行了，为了激起你们吃的这个欲望，接下来呢，我们要安排的还是吃的，都会让你永生难忘。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美食面前人人平等。有人对吃的感兴趣，也有人对做饭特别疯狂。你看，现在就有一位把手里的面不仅玩出了花样，而且还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先吹一个，我们来互动一下，好吧？好好 ，OK。这么个玩法，
吹试试吧，应该能吹起来。哦，好，不就是个普通面团吗？先做成一个小碗儿，你看，哟呵。哇，真美！哇，真美！哇，真的可以吹起来。吹泡泡糖呢，你这是。哎呦，真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吹过一个，也可以玩，也可以吃。怎么玩？您告诉我。来到打排球吧。打排球。打排球。好，我们我试一下啊。来来试一下。好，好，开始。一二三。对对对。抛抛抛远一点，用力。喂。哎，来来抛过来。好，现在挑战的话就是在上面，我准备把这个排骨放上来剁一下。你说什么？面球上面剁排骨？剁排骨啊！哎，我有一个建议哈，来，咱们谁挑战一下？我来。好，行，夏天老师，夏大哥，你看夏大厨这手劲可大。好，没关系，我这胳膊骨折，上次就是跟他掰腕子掰的，我跟你讲。我们夏大厨有一个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吗？夏大刀。把这肉拉走。不信了，一定给他那个。多烂了！一、二、三、八、三、八。没事吧？可以。太厉害了！是不是？天哪！有人为面而疯狂，还有人痴迷于做粉团。在云南省嵩明县，端午时节，人们特意放下手里的活计，而专门去制作一种叫粉团的小吃。主要的就是这个制作面的时候，要香，要用这个吊浆面做出来才好吃。要那个米要用水泡了以后磨出来的，那个就是吊浆面了。嵩明的粉团分甜咸两种口味，而这需要准备大量的馅料。像这个甜的有火腿，有这个油渣，还有白芝麻、黑芝麻，还有那个花生米，加起来拌匀就可以包在里面了。那个咸的有那个青辣椒，还有茄子、莲花白，还有那个四季豆，还有那个剁肉。您看，每种口味不少于五种馅料，想不好吃都难呐。李大姐做的粉团还真是名不虚传，味道清甜又不油腻，尤其是刚出锅的，一上桌就被食客们一扫而光。小小的粉团在贵州人的眼里那不叫疯狂，他们为了一个姊妹节，不仅吃姊妹饭，而且还要组织惊心动魄的斗牛比赛，疯狂吧。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是苗族传统的姊妹节，也被称作苗族的情人节。每到这天，贵州省台江县的苗族同胞们都会身着节日盛装，团聚在一起吃传统的姊妹饭。当然，更有看点的是斗牛比赛。牛今天状态怎么样？状态很好。状态很好。你对他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好，那现在咱们就等着他争夺牛王嘛。啊，要等牛王。我们请注意安全啊！里面都能改成牛人包和客人。不介绍，抱歉，先生，好了，请。方舟，再将方舟庆国光临这一刻就忘。还是好。一对他打的过门。舅舅子孙的话呢，千年的怒火红豆沙，饭后呢是烹饪红发，海公差听出自己不喜不杀，往里老板的了。斗牛场上人山人海，这不光是牛与牛之间力气的较量，更是智慧的对抗。通过斗牛来为年轻人的爱情和幸福壮声势、聚人气，是不是也是一种疯狂的创意？与苗族同胞热闹的姊妹节相比，东北长白山瓦山人的放山仪式就显得很神圣肃穆。王嘴一皮人五皮人，快到快到快到，
人参是百草之王，它有灵性。为了怕发现它之后，为了怕它跑，然后呢，绑下这个绳子拴住它。要想在茫茫大山里寻找到人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们常常在大山里一转就是一季，没点经验，别说能挖到人参，能安全走出大山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正因为采参不易，长久以来，一代代的挖参人制定出了这样一整套上山挖参的规矩和习俗。开火了！起来了是吗？这就完全挖出来了是吗？是。本节目由雀山老乐山旅游度假区特约播映。你们刚才是平手，对不对？对。因为平手，所以我决定让你们同时吃。但是同时吃呢，是两个队同时吃，不是四个人同时吃。好，咱们接下来要来一个吃的游戏，蒙眼吃货大比拼，两队队友相互配合，一人蒙眼吃，一人身后喂食，吃完盘中所有食物，用时短者获胜。开始。往前往前，往回一点，往回一点，往回往回。往你的方向，举起筷子，往上抬一下，抬一下筷子，往右一点，往抬起来，抬起来，往右，往右，往右，右在哪儿啊？再回来一点，再开一点筷子，开没。这边的宝宝好乖呀！没，好，夹住。好了，往左，再往左开。快快的，哎呦！好嘞。扎进去，还是一块扎进去。烟没烟？你能看？烟呢？还有米粉呢。快点！好了吗？还有好多。我走！张嘴呀！这个叫什么？别跑啊！哎呀！
他们双方同时完成，又都有点不太合规，所以还是打平。那咱们接下来，其实吃着很容易，那背后种植的故事还是很艰辛的。我们得了解一下美味背后的故事。薄如蝉翼，嫩而不腻，鲜而不淡，嚼起来带着脆爽和韧性。这就是让人百吃不厌的烤藏香猪肉，非常好吃，就是皮特别脆，而且这个瘦肉呢，汁水很多，很细嫩，还有特殊的香味，我下次一定还再来吃。藏香猪是西藏原始的瘦肉型猪种，长期生活在海拔3000米到4000米的地区，又被称为高原之珍。藏香猪肉如此美味，它的好品质是如何造就的呢？这是你养的猪吗？这些这是我家的猪。这跑那么快啊？这猪是以后的养嘛，反正是野猪像一样，像野猪一样。这个是人参果，这个猪现在就是在拱这些吃。在山林间撒欢，喝山泉水，吃虫草、松茸、人参果等，原来藏香猪肉质鲜美的秘密就隐藏在这独特的生活环境中。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有一种特殊的美食远近闻名，而要品尝到这种正宗的美食，最起码需要提前1个星期预定，要不然你即使花了大价钱也吃不到。对，就是这么牛。他的话就是他们吃的，鲜的这个直接可以吃了。嗯，好吃。这个给我们生活会越来越好。游客们赞不绝口的，原来就是这道小炒牛肉。这样一道大众菜怎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它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这秘密就在它的食材上，它是一种特殊养殖的跑山牛。跑山牛，真牛！跑山牛是武陵山区古老的优质黄牛品种，为保证其优良品质，繁衍下一代时会选择在外形、生产性能等方面优秀的公牛和母牛进行交配，而这也正是它肉质好吃的秘诀。不信您看，为给这头大美牛挑选一个中意的牛女婿，牛的主人都争起来了。配你这个，配你这个赛貂蝉完全配得上啊，怎么配不上？黑毛腿，黑毛腿。哎呀，我跟你说，你是大力士。金毛，黑毛腿，我的金毛，黑毛腿好，金毛，黑毛腿好，真的是金毛，你学学我。牛的三位主人分别相中了不同的公牛，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大美牛到底相中谁了呢？看你家黑毛腿。感情不错了呀。可以。那我看一下。就不错了。都一起来祝贺他们了。你们好幸福的。好好过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牛主人的意见当然要听取，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尊重牛本身的想法。这种回归自然的饲养方法和选种选配，让牛得以健康快乐的生长，当然也成就了天然营养的美味牛肉。对了，这个秘方可不要外传哦。富贵团花猪现在是、你看了吗？什么呀，这小咕嘟声真是诱人呐、夏大厨做的这道菜叫富贵团花猪，黑猪五花和猪手加青梅酒烧至肉质酥烂，放在成熟的金瓜和山药条上，看着就叫人满口生香。而要做成这道菜，关键要选取上乘的猪肉，要符合这样的猪肉标准，其最大的秘密就是在养殖环节给猪舍装地暖加空调。这不是现场的，这是我们家的客厅。这是我们家的客厅。
这边呢？这边是，这边是卧室。啊，这边是卧室。嗯。那这边呢？这宿舍呀？这宿舍。宿舍，你就跟猪猪一起啊？这病房里。主要是俺住的住的舒服，这边是个子实验的开，这边的话就是小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开个两个小时。对猪比对自己还好。哎，是的，是的。有了空调，猪夏天热不着，冬天冷不着，自然就少生病。不生病，猪就不用药，只要钱就省下了。关键是肉的质量更安全。这夏天有空调，冬天也不能差。这不，猪舍还有地暖呢。现在测一下。啊，40.8度哈。小子躺到地上很舒服的，他的肚皮挨着的，就是像电热毯一样的。有了空调还要地暖，真的是买豆浆喝一碗倒一碗的土豪做派吗？告诉你吧，地暖是小猪崽专用，这些小家伙最怕肚皮受凉，有了地暖，他们的成活率达到95%以上呢。竹鼠又称竹根鼠、竹狸，是我国南方珍贵的野生动物之一。竹鼠不仅肉质鲜美，而且浑身是宝，经济价值很高。但是想把它从野生变成家养，这可没让养殖户老梁少费心思。为了让竹鼠能像在野外一样保持运动量，老梁专门给竹鼠修了运动场。短跑比赛开始了，可竹鼠偏偏不领情，说好的健步如飞呢，只剩慢悠悠的溜达了。哎，我说大哥，能不能有点经济精神呀？除了定期召开运动会，老梁还提高竹鼠的住房待遇，给每家都分上了单间。本以为一公一母小两口搬进新区，马上就可以如胶似漆的繁衍后代，谁知竹鼠们不领情。跟那个母鼠去争食、争睡，就争地盘来睡觉。甜甜蜜蜜的小两口这是怎么了？仔细观察以后，老梁发现母鼠已经怀孕了，可这不懂事的公鼠一点也不让着母鼠，要照此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关键时刻，老梁亮出了自己的两大养殖绝技，这第一招就是摸胎。通过摸胎对怀孕的竹鼠做到早发现、早隔离，这样母竹鼠可以做到更好的照顾，公竹鼠又得到了更多配种的机会。针对竹鼠营养过剩不吸收的问题，老梁又亮出了第二招绝技——排毒。如果把这种排干净了以后，它肯定就没有那种膻味了。养殖户老梁在野外找了几样排毒的植物，精心搭配了排毒的药方，浸泡半食儿，每天认真地给竹鼠吃进去，慢慢观察竹鼠的变化。解决了这两大难题，老梁养殖竹鼠的信心就更足了。这不，他的养殖场竹鼠的存栏量已经达到了6万只。好猪的瘦肉率和蛋白质含量比普通猪肉高，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不到普通猪肉的一半，这也成了吃货们追捧豪猪菜的主要原因。大家生活都好了以后，还是追求全天然绿色食品、绿色肉食、养生食品。而要做出可口的豪猪菜，关键还要在养殖环节下功夫。首先就要改变豪猪天生喜静不愿动的毛病，让豪猪变成运动健将。为此，养猪户刘前军会经常调整豪猪圈舍，利用豪猪领地意识强的特性挑动他们打斗，进而达到锻炼的目的。
您还别说，刘千军的办法还真好使，他养的豪猪瘦肉率能达到90%以上。养豪猪的第二个秘密就是要让豪猪吃得好。哎，你怎么还吃上了？我在借豪猪在吃嘞。豪猪居然有试吃员，这简直是皇上的待遇嘛。原来刘千军刚养豪猪那会儿，发现每天早上打扫豪猪圈舍的时候，总会在豪猪的粪便中发现整粒的玉米。刘千军认为应该是豪猪吃的玉米没消化，就会检查一下我们够不够这个软硬度，确定它能够消化吸收，能够嚼碎。怎么样，您学会了吗？其实养豪猪就这么简单，关键是真正做起来要有耐心。你别看这豪猪全身是刺儿，它肉质细腻，味道可鲜美了。下次你们来到漳县，请你们尝尝我们的湘西豪猪肉。这里是山东郯城的一片水塘，村民们说这片水塘里有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特别凶猛，它要是咬到一口的话，必须见到血。它这个嘴嘛，就扁扁的，跟这个鸭嘴一样。一蹦能蹦有1.8米高，我这60多岁了，没见过这东西。一大早，池塘的主人勾住了鲫鱼的尾部，把鲫鱼放进了池塘。几分钟以后，他们把抛进池塘的鲫鱼捞了出来，有的鲫鱼仅剩下尾部，有的被蚕食得一干二净。你看，这是一条饵料鱼，是吧？被它那个抓住之后，它都整条的吃进去，把它的骨头和头部全部融化掉。原来池塘里凶猛的动物是一种鱼，叫白斑狗鱼。狗鱼撕咬食物的方式与鳄鱼相似，一旦发现猎物，就会用倒钩一样的牙齿紧紧咬住，然后用力摇摆，直到猎物死亡。白斑狗鱼原产于新疆冰冷的河水中，烤狗鱼是当地有名的小吃，鲜嫩多汁，满口留香。当然，狗鱼的价格也不便宜，一条3-4斤重的狗鱼可以卖到300-400元钱。正是看中了狗鱼的经济价值，山东的养殖户专门把狗鱼从新疆引到山东。那如何能让这西部的冷水鱼在相对炎热的山东安全落户呢？养殖户摸索出了2大养殖秘诀。第一，用地下水降低水温，因为狗鱼属于冷水鱼，山东的地表水再渗入地下水，正好达到狗鱼要求的水温。第二大秘诀就是要投喂活饵料，并且投喂要充足，否则狗鱼会同类相食。放10000条鱼，2天不喂的情况下，可能要损失到5000。要是3天不喂，还能剩2000条就很不错了。4-5天不喂，肯定咱们这边就是几乎就全军覆没了。看来要想获得鲜美的食物，那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看了这养殖背后的秘密，您是不是会更加珍惜现有的美好生活呢？本节目由雀山老乐山旅游度假区特约播映。美味背后的秘密，在咱们雀山有一句话什么呢，叫吃板栗容易剥板栗难啊。所以这个为什么难呢，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我眼前有好多好多的工具，大家看，洗衣板、擀面杖、锯、锤子、钳子啊，还有板砖。那么这么多的工具干嘛的呢？都是用来剥板栗。疯狂剥板栗，不限定工具及方式，两队在规定时间内剥出完整板栗多者获胜。预备，开始。
记住，只要砸碎了、砸裂了，都算错误。啊，横着，你横着，横着剁，横着去剁它。什么叫蹂躏？这把梨我还能吃吗？两分钟过去了，那这两个人哎，配合很默契哎。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三队、四队、五队、六队、七队单，十五个。八队、九队，十八个，行，十八个。恭喜，好，我们恭喜宝宝队获胜。耶，这还真说明了什么叫吃板栗香剥板栗难，对不对？但是你们觉得正常像你们这样的方式来剥板栗的话，那咱这板栗之乡就算产出再多的板栗也剥不出来呀，供不上大家吃啊，对不对？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上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咱们雀山县剥板栗的大赛冠军，来，我们有请他上场。贵姓？两位县长。你是冠军，你给我们说一下他们刚才剥的这方式对吗？刚才这个方式吧，不太恰当。哦，不太恰当啊，还有恰当的地方。哎，用脚剥板栗也是可以的啊，也可以啊。嗯。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哦，还是需要工具，用锤子也可以。哦，啊，还可以用锤子是吧？哎，那还有别的方式吗？剪刀也可以。大家看啊，拿脚踩着，然后他拿这个。给他挑着，还是用巧劲儿啊？对，都是巧劲儿。啊，既然你是咱们雀山县全县的剥板栗的冠军，你这样好不好？一分钟的时间，看看到底是我们的冠军快，还是你们两个队合到一起快？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很吉利的数字啊，十八个。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冠军，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哇！本节目由雀山老乐山旅游度假区特约播映。雀山这个真是我说嘛，山好水好人更好啊。嗯，我们还是要先奖励获胜队啊，并有请雀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庆忠颁发一份特殊的奖品——雀山山珍。来到了雀山，我们就请各位品尝我们的美味佳肴的雀山山珍，谢谢大家。好，谢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猪要皮，树要皮人要脸，树要不要皮必死无疑，人要不要脸天下无敌。十一哪里去？乡村大集合。